那你们多次就美方的设港热论产生了立场，再次我想强调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香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果，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为香港提供最坚实有力支持的结果，更是我们一直坚决贯彻执行维护发展一国两制这一既定国策的必然，绝不是哪个国家的恩赐，更不是谁能够予取予夺的。